陈老师，我想现场采访你，就说下一首是《夜里亚女郎》，如果下面的观众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来请教或者是采访我们的刘老师。那我想问你，这首歌呢，想必你还没唱，就已经是被歌里的故事所感动。那么你想用一个怎样的心境还有情绪来演唱这首歌呢？心境就是这首歌其实上反映了刚才这首歌也是落花流水哈、啊、就是我们人生在茫茫人海中都感到孤独，都是在寻找一份真爱，属于自己真正爱。那么这个野莉亚女郎呢，也是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，每个人都渴望她有一个心中的女神的眷顾，望她一眼她就使她青春不老啊，这个心情啊，说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啊，我们心中每个人都有实现这个梦想，能够实现啊，是这样。每个人都有梦、啊、每个人都有爱，我们掌声欢迎。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，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，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。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，名字叫做耶利亚，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，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为
我一定要找到他。